个像我们今天在看像角落生物的书。OK， 那开始吧。我现在是手持，所以会不稳。那我改成用脚架的好了。OK， 那我们把它打开吧。是在金石堂网络书店。OK， 打开了。对，那就是这三本。这本好像是叫什么？对，就是这三本。那我们来看，先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它里面有送抽奖的，哎，是抽奖哦，是那个集点券。就是这边有很多个点，我看一下。4点可以换这个哎、欸，经典拉拉熊方巾，价值是275块。对，我现在有4点，哎、欸，又有1点了、欸，5点可以换，价值我看一下灯好了。可以换价值350块的靴下猫棉布提袋，对，我有5点，对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算一本无聊的书，没了。OK， 那就是这三本，那我们把它拆开。一本250，250块。OK， 那我就先拆开一本来看一下，里面大概就像这样子了。它的角色有很多种，大概就是这样的，像就是 Robin 的各种开箱文。拜拜。